因为打这关机啊！我帮你补，我帮你补。哇，衣服掉了，衣服掉了！我被有被他们装备也太强了吧！他刚刚是应该是放那个啊，移动的那个宠物。他差一点血，可恶！可恶！我有有有，差一点，一点点了吧？哎，我们都被揍了。我们的情侣要诞生了，被揍了。情侣要诞生了，然后情侣要诞生了。哈基跟哈基又是哈基，你今天在结婚呢？哦，你不是结婚就告白哎、欸？对啊，哈基都是到处去，哈基在干嘛？自从说要跟每个都试试看，就这样了呢、欸。哇，真的是随便的都可以哦。对象太多了。那个箱子里面有那个宝二的名牌衣跟宝一的名牌衣，但他们这个血量，我们看有没有办法偷过去啊？就偷吧，可以啊，偷一下应该就爆了。对啊，或者是全哎、欸，他们进攻很猛烈哦，二塔，进攻怎么那么猛烈？对，已经到二塔了。杰克，你拿这个进攻还真猛烈、啊。不要，我去偷。你要去那个进攻的人要用剑拿剑拿。有、哦，好。封死的持续，还有击退二，你拿着。OK， 我是小三，我骄傲。对。我这边也看雷电剑死，各位直接就那个痛的剑电到他们的闪苦力霸。OK， 现在换 bug 啊！哈哈，哎对，但就算输啦。哈哈哈！已经最后一只了，外面是不是啊？玻璃拆掉，搞不好有机会啊！啊！哎！啊、打一个一下就赢了，有没有？再摸一下就行了，摸一下，死了！哎、欸，没了，打死了！你用打，你用 bug， 你用 bug 出来了，别跟我玩，坐着，bug 啊 ，bug 闪电苦力怕啦。确定看一下，闪电苦力怕，苦力怕确实被闪死了，苦力怕死哦，被闪死了，有闪死了，我当苦力怕，闪电，耶，但这确实是 OK 的，嗯，闪电是可以用闪电做伤害啊，对。可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贵的方式。对啊，先拿去，呵呵，命给我。这条路是谁叠的、啊？哈基是你叠的吗？啊，天桥吗？老超外围的、欸，那就是白金叠的。我叠的，病态就是这样来的。哇，白金，你在干嘛啦？在哪里啊？我们家旁家这边啊，连在一起了、啊。从我们家过去，好夸张哦！你这个你们飞起来看就知道。你这个超扯的啦！哦、啊，绕太远，也绕太远了，超级就是要绕到他们完全视野最外围看不见，然后才开始。太远了吧？病态呀、啊，病态！太远了，瞎趴嘞！你这花多久时间啊？啊？跟你花多久啊？多才有办法这样打？其实很快耶、欸。哦，真的，其实羊毛很多，而且它是靠着那个嘛屏障。没有啊，这边没屏障哎、欸，它没屏障，它可以更远这样子。那就有点累，慢慢累下过去。好扯哦。其实我刚刚就看到繁星在跌，我就买了一些羊毛，只是不小心把一组买下去了。对，买太多了。啊，我们再一场。好。好。哇。本来想说烟火可以飞的，又不是。对啊，就是无敌弹起来一下。一直结婚，结到脸，每个人都要试试看，真好，这样子真的是很会试，很多对象，知道不是吗？真好。何止这三场，他最近都在这样啊！对啊，玩什么都结耶，没人也可以跟手，真好。没人眼中是自己，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哪里的左右手，自己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的东西，对对对。好啦，来喽，还有，哎、欸，我怎么进？多少组人进来了？进同一批啊，同一批，同一个 IP， 所以要那个，赶快先打掉啊！我要去厕所了。其实自己飞就可以了。啊、刚刚进来的画面是拍皮手的界面，然后但是人物在这里面，好奇怪，好奇怪、啊，很屌，耶、
yeah ，都选了吧？搭车，打掉了。怎么搭车我也要。搭车，我要。选技能喽。呀，技能。感觉可以玩暴君看看哎、欸。哎呦，想试了是吧？因为很多人可以打。可是要杀五十个也太难了吧？不会啦，我觉得五十至少杀十个嘛。哦，十个才叠一层，加两个。对啊，嗯，来，我们这场那个疯狂模式，好不好？它是要一直动，时间两倍快，然后物资事件也都会两倍运行。哇哦哟，耶！那自己的技能呢？会 CD 会变快吗？被动技也算吧 ，Maybe， 没关系。双倍作者，双倍作者，回来了，好可怕哦！那我要双倍的钱，我要双倍的钱，双倍的钱，暴君，哇，真要暴君哦！这样的话，多多先去感觉还好，作者多一点，嗯，呀，还没弹到那里，突雷劈，好，哦，你在弹那个哦，想说你在干，嗯，感觉还是要金钱呢、欸。本版 meta 还是本版 meta 好了，金钱制造机真的是很爽，而且你要想看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疯狂模式，好不好？对啊，啊，对，两倍快，两倍快，结婚两倍快，可以建成长点啊，哈基，家里的苦力怕两倍快爆炸，哦，然后就团团选暴君，对我暴君，叫我雷暴君，那就来了。哎、欸、你干嘛啦你扭到腰哦、喔、没有没事你还好吗哎、欸、你们画面有挑什么 URAFK 吗 URAFK 没有这个不是 Happy 手才会有的吗有对啊我真没骗人哦、喔、你重蹲一下好了你是不是同时蹲在两个地方你们看我刚刚不是说我一进来的画面是 Happy 手的界面吗哦、你看 URAFK 还在哎、欸，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影响，这不影响，这不影响。好奇的吗？来看我的台哦。可以哦，很屌。会不会大家就写 You are murderer？ 你是杀手，你是真杀手，请不要跟村民组队进行游戏。来了30% 的喷装哦，好，哎，前期雷电剑18块，后期32元，有差那么多哦，是要先买哇，还有这种设定，哇塞，什么东西，雷电剑十啊，雷电剑18元，后期32，差超多哎、欸，哇，不愧是来，不愧是 meta。真不愧是 meta， 所以需要有一个人负责在那边蹲雷电剑十，没错，蹲，呀，我知道那个，对，本机羊毛交给你了，卖羊毛啊，冲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先冲到中间，我要冲啦，哇，羊毛呢？羊毛呢？羊毛呢？有了，哇，冲啊，哎呀，这边已经要到了，可以了，我为什么刚刚不用传递？下一条，到了，让我进去。嗨，哥哥，他们都还没来。I can fly。来了。我先丢个座子出来。好，对，先把座子叫出来。他们来了。啊！哇哦！彩蛋箱都拿走了。哇，太夸张了！我帮你。对，中间好多小只的。对，有很多座子在，不用担心。大家都选那个啦。有问题靠近座子。他们也来，是不是？他们的作者出现了，他们的作者出现了。加油，加油，你后退，加油，你后退。OK。哎、欸，绿宝石有拿到吗？有，我拿到一个。有拿到一颗。那我也拿到一颗。有拿到。打下去，打下去，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有人上去，上去，上去。太多了。太多只。作者大战。太多了，满满的。这作者挡住我的路。特别挡住我的路。啊！他们侧边哦。嗯，好。好，坐着上去咬他，咬他，坐着咬他。坐着咬。太多了。你老子先丢回来哦，你小心哦，团团。哇，这个太、哦、这个太这个装太强了，不行了，来给你。来，嗨。嗨。小雨后面，这边有个。
铁中的。这有一个皱褶，这有一个皱褶。不要弄我！哇！哇哇！你想的拜拜拜，我回去了。小雨还在打吗？有，我把它丢下去了，我把它丢下去了。好厉害！他丢下去。他掉到虚空去了。后面，后面小心，后面有人。对，我知道，我所以我往上跑。坐着，坐着。坐着，你下去。坐着，你下去啊！怎么下去？你下去。这里没人。啊！我什么都没了，我要蹲在这里。把我们的金库。哎，坐着还在啊！哇，我跑了。这里为什么楼梯？坐着站着。家里有没有人支援 ？Help！ 我在我在西前做。哪里？那我先回家。拿了五颗绿宝石，哎、欸，这个中间要一直有人哦，因为他那个、啊、好哇，我放哎，干嘛干嘛干嘛打了？干嘛？没事，手下来了，嗯，来了，右边有那个坐着，坐着很痛，小心。这里没人，这里没人，走开了。哎、欸，你们在我们家放坐着。我们一塔被侵略了，哦，很多坐着。啊啦，我被坐着咬死了。加油！太多作者啦，没有一个可以买啊。没事，我们家楼下的作者打死了。一塔有两只哦，一塔两只，走开！我们一塔被打一塔，哇！要结婚了吗？我在手，我要死！哇！我还在家，我刚换完妆，还没出门。结婚魔人杀死的、欸，一塔，不是不行啦，两只哦，可以吗？不行，我刚刚挡了一下，他两只坐者在那边，两只坐着，好的，死了，我又死了，火药掉了，来个盾，有，我还没现形，喂。我的装备刚掉了，真的痛。作者很强哎、欸，真的，怎么可以这么的强啊？那有些人可以在家囤着那个闪电剑士。嗯，要我买个东西？叠一下，羊，你有没有羊毛？这里叠一下。中间有人吗？我要想好要陪你。来了。嗯，来了。不要叠，不要叠太厚，不要怕有人会躲在里面。它只有一颗吗？我只要一颗绿宝就好。谢谢。我来了。刚有人掉的坐。哎，有鞋子。他在后面。别人掉的鞋。天哪，他在往里面两一个，没事，哇，漂亮哦，这个叠。直接叠上去。可以叠哦。你可以吗，团团？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拜拜，第二个。世界产生变化。产生什么变化？没有第二阶段。哦哦，从背后就可以了。拜拜啊！是，金苹果，谁要金苹果？哎、欸，雷电剑士，哎、欸，一个绿宝石，谁要？一个绿宝石，都不要。下一个罐装谁要囤？好，囤不完我留着，换我囤。好，你先囤。怎么了？你也太开心了吧！我那么爽啊！你笑得好爽啊！神棒来，你要怎样？我跟苦力怕，我跟他们苦力怕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中毒。他们把苦力怕打死，然后关起来。我杀掉他们苦力怕，再见。杀！好爽啊！太强了吧你！差一刀！直接打！直接把他打。这哪可能不笑啊！这太白痴了吧！你是被烦死了！我看到雷电把苦力怕炸死。想说你怎么这么有 bug 了？有 bug 了是不是？还没死啊！好，差一点！小雨还没有几个绿宝石给你。两个。我缺两个。我刚刚后面捧起来就很搞笑。他那苦力怕血是一滴，剩一滴，一滴，摸一下就不见了，炸一下没了。好痛，快去！我先回去了，你们小心。哇，我不行！哎，书柜起来了！先伤！书柜起来了！还有人吗？我去！回来，又出去！等等，你还在吗？我还在中间，可是他们两个人，我不敢出去啊！哎呦喂啊！来了！上！好。哎呦！
好，那你没穿裤裤哦。对哦，裤子都跑去哪了？我变暴露狂了啊！哎，钻石能够做装备吗？不行，人用买的。雷电，漂亮。两个一起，哎，两个雷神在一起是吧？当当当。Ender Pearl，我买了 Ender Pearl。好，好，两颗两颗已经不能买了。没有钻石可以跟他换换换换回来。旁边哪？旁边应该超多钻石。嗯，两颗钻石，钻石趁他还在。西瓜来了，西瓜人，西瓜人，金刚又来了，金刚又出现了，西瓜死了，西瓜死了，还是走他。声音太差了。你们怎么啦？你们在想什么？不能买东西了，不能笑吗？好了，可以啦，笑口常开嘛，对不对？对呀。那你怎么太低啊？他说要绿宝石可以换。对啊，绿宝石。那我摸掉他们苦力怕了哦，请摸好。哎、欸。